的时间，我们今天要拍太空站，是很久没来抽的太空站。自从上次采花之后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今天的背景很妙，我们今天背景在中华电信，在排中华电信最近最夯的499那边，因为离时间它11点才开，现在还没9点，还有2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决定现在来抽太空站的赛菲罗斯。然后现在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，因为现在这些人很多，我有点害羞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一次我有准备了大概46张的召唤券，还有 EX 券有7张，所以总共46加7张是52张，所以这今天会有52抽。他这一次有那个保底，就是说你抽5次一定会有一只赛菲罗斯，然后现在5次的话就是25000，哎，25000就是5次，5000块就一定有一只，哎，还可以，你可以准备3轮，所以你15000，刚刚旁边还有人说太夸张，他说你15000你就可以抽到3只，哎，我好赚哦，我们来代言 APP 啊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抽赛菲罗斯，我们从4星月开始抽吗？我们从基本的开始好了。Came here to show to stay as high as ever possible。 欸，金色的，没有高血压，前两天没吃药，头烧晕的。希尔特，我抽到新的了，才第几抽而已就抽到新的。我现在人是在中间还是要旁边？中间。我忘了跟你讲要旁边，我旁边要放什么？对。好，移过来，希尔特新的入手了。圣地魔导士，几抽而已啊？我才几抽而已就抽到了，哎，好的开始。我觉得好酷哦，这辈子应该没有机会再骑游牌，又金色的，你干嘛啦？你下什么下？金色的，又是哎，又是壁魔导师，又新的，2只了。你很爱占位置，又是金的，哎，这是金的。都是他，哎，一幕都是你，一幕都是你，哎。来安哈特，反正都是有了，所以这是重复的。是新的。梅利亚杜尔，再用一张四星券。这张四星券就剩4张，抽，又是壁魔导士，我有3只了，哎，新角色有3只了，然后再抽一张，用鼻子，哎呀，你不要跑啦，用鼻子，哎呀，等一下啦，看有没有彩色，有没有彩色的。没有，这是希尔特，我4只希尔特，都你的鼻水，擦一擦，都你的鼻水。有金色，看可不可以转红？没有，交给你了，剩下来坐着，来坐下，刚忘了带你的死啊，坐下，好了，来手机哦，好厉害，哎，他的肉球不能感应，
还很小气，就按一下啦。爪子点到。你只能用鼻子而已，可是你鼻子都水。快点啦！你用鼻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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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一下。哎，金色的，金色的，金色的，快来，再点一下，你不要跑。他不喜欢手机撞鼻子，就只有金色的哦。来，快点，手机，快，你不要，很好，很好。装一下，好。用金色的，用金色的。看过红色的，看见没？有有有，哎，红色的，彩虹的，我反正我放画面，哎，抽到了，看有没有事，看是不是，快点，再点一下，好，哎，中了中了中了，中了第一只，塞菲罗斯啊，狗鼻子灵验的，哎，中了中了真中了，你看。哎、欸，结果没想到免费抽还有、欸，哎，真的抽中了，要两只，要两只，再一只会比较好。来坐下，好啦，坐下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好厉害啊，好厉害啊，好啦，等一下买东西给你吃，等一下买肉干给你吃。把它抽完吗？还是要留着啊？现在等不动，再抽一只好了。哎呀，多点桃。我们其实运气还不错，每次只要出什么东西，我们最后都会抽到什么东西。虽然今这一次没有花钱，只有一只啊，不过这样也还不错的。我们谢谢我们的 Money 今天的大工程。我们今天很荣幸的可以参与到，就是中华电信排队改499这里，我们也有真的有抽到塞菲洛斯啊、哦，运气还不错，现在呈现很妙的状态，你看，你带一下，就是很多人还在排队，中华电信不知道搞什么鬼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有抽到我们该有的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下一次应该看到就是泰巴的时候了。因为我最近没什么空在玩这东西，而且我也没有很强，所以我也不拍类似的影片，我就只会拍就是抽角色的影片。那我们到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看镜头啦，没有带零食你就都不看镜头。所以我结尾要怎么讲？因为我想不到怎么讲。他肚子饿。